好，这个单元是响铃版系列的第七篇。那这个单元的主题我们要来看的是如何进行响铃版的模拟分析，好，也就是进行 simulation。 好，那我们就拆字这些关键词来看如何进行。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 how to do。 好，这个响铃版就是这个 bell plate，这是西六音阶的响铃板实体结构。那如果我们要来做 simulation， 就是模拟或者认为仿真的分析，那我们该要怎么做呢？啊，首先第一步，那我们要对这个实体结构呢进行完整的问题定义以及它的分析目标。那这边介绍一个新法啊 ，FGMBIR 啊，这个 force geometry。Material, Boundary, Interface 跟求到它的 Response。 好，那 GMBIR 是什么呢？好， G 就是几何参数，那当然就是这个响铃板有它的几何参数，长宽厚度啦，这些都要明确的定义。 M Material 材料模型，这最简单的大概就是采用 isotropic 等向性材料模型，那需要给定密度、杨氏系数、普松比。那 boundary 就是边界，那我们看的这个响铃板呢，那是一个自由边界，所以是 free boundary， 那所以可以说是不用去特别设定 boundary。 那 I interface 就是接触界面，因为这个是单一的材料，也没有锁固的任何边界，所以 I 是也可以省略思考的。好，那要进行 simulation 模拟仿真分析，好，我们最常采用当然就是用 FEA 有限元素分析。那要对这个实体结构建构它的有限元素分析模型，好，那要考虑有限元素分析模型的新法呢，有四大项。第一个要设定它的元素 element， 第二个要对这个几何模型呢进行元素的分割，也就是进行 element mesh 啊。那第三个就是位移限制 constraint 的设定，第四个是复合条件 loadings。 那针对这个响铃板结构呢，我们会决定采用solid element 立体元素。那材料参数就像这边选用的是 isotropic material， 好，那元素的分割呢？那当然要依照实际的结构形状啊，像它有孔，那我们也把孔建构出来。那元素的分割呢要够细，当然这是要牵涉到做收敛性分析圈呢，我们分析是可靠的。好，那在位限制呢，因为是模拟 free boundary condition， 所以是不用设定的啊。那在复合条件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在做 simulation 呢会需要做到两种分析。那首先来看第一个分析，就是理论的模态分析 theoretical model analysis TMA， 那当然简称也可以说是 model analysis 啊。那做完 model analysis要得到的 output 是什么？也就是想要得到什么呢？要得到 natural frequency 跟 mode shape， 就自然频率跟模态阵型。那要注意，我们先前单提过，模态阻尼比啊，只可以透过实验模态分析才可以求到。啊，那在这里我们的 mode analysis 采用的当然是real mode analysis， 所以就可以得到自然频率跟模态阵型。啊，那在进行模态分析的时候，我们这边建议用 ISOC 的思维。好， I 是 input， O 是 output， C 是 control variable， 也就是进行模态分析要做定的一些控制参数。那 S 是什么？系统，我们要做的系统分析当然就是 model 分析，所以输入呢要给定 GMBI 啊，几何材料边界接触条件的设定。好，那 output 呢，那在这个 case 当然就得到自然频率模态阵型。而 control variable 就是说针对模态分析来讲，我们要求到几个振动模态，那这个振动模态的上下限的频率范围以及设定的求点方法是什么。那当然求点方法建议都用简单的内定的求解方法就可以。好，那
第二个分析呢，就是要进行间歇响应分析，好 ，Morning Response Analysis， 啊，那可以求到的就是系统的频率响应函数，啊，那一样以 SOC 的思维模式来看，啊，输入不一样的地方还多了一个 input， 因为我们之所以间歇分析，也就是假设输入的力是一个 harmonic excitation， 所以我们要设定 FJ， 啊，这个振幅值以及它的频率，所以频率呢，我们就要设定。啊，不同的最小最高的频率范围，啊，那因为求解出来是一个 discrete 啊离散的 data， 所以我们要设定频率解析度，那以及设定求解方法，啊，那在间歇分析的技巧这边，我们就会设定 FJ 是等于一，也就是这个 force 的设定，它是一个单位的间歇外力，啊，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间歇响应输出。好，是任何一个结构位置的间歇响应输出，那当然对应得到就是 HIJ， 就是频率响应函数 FIF。 好，那如果在其他实务上需要，也可以去看 ODS Operational Deflection Shape。 好，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个实体结构做完了 Model Analysis， 做过了 Harmonic Analysis， 分别可以得到模态参数跟频率响应函数，那我们就可以把分析出来的结果拿出来做比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得到的呢，这个曲线呢其实就是频率响应函数啊，就是 XO 就是频率，我们会设定下限的频率跟上限的频率啊，那也会设定我们要解析的频率解析度。好，那求解出来的频率响应函数啊，那我们要知道它的物理意义，这就是每一个峰值就是对应的振动模态，所以可以得到它对应的自然频率以及模态振形。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单元的讨论啊，我们这个单元要来看的是如何进行响应板的模拟分析。那当我们看到说要进行理论模态分析跟间歇响应分析，那我们看主要的步骤。以及在这个单元介绍的心法，第一个，在问题定义分析目标的时候的心法就是 FGMBIR， 需要明确的定义这些参数。那其次呢，要采用有限元素分析模型，就要建构对应的 Finite Model。 Finite Model 的心法呢，就是这四个要素，元素分割、位限制跟复合条件。好，那在进行理论模态分析的时候的心法，我们可以用 SOC 来思考，来定义 input output， 以及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所需要做的分析参数的控制设定。好，那接着进行间歇响应分析，一样 output 最重要得到 FIF， 那中间也有它的 control variable。好，那 input 的概念就多了简协力啊，那简协力我们设定一个单位得到的就会是 FIF， 那最后分析出来得到的结果有 FIF 以及对应的自然频率模态振形，那就要有知道怎么去解读这个频率响应函数以及对应的模态参数关系。好，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